要语音，语音就要学三关键字，要。线连线，线集。吉祥是吧？吉祥，盐，盐，是你写的？啊，我写的。啊，那要写字。我要去照一下。因为我看到你写这个字。啊看到他，我不敢认他，我不懂是不是他。哪里？哦，林书香的。那天碰到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反应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个人不是，不是马上。后来他才看到我，他才有反应。我才感觉，哦，你是某某人。花开富贵是吗？花开。哇。因为你习惯的话，你是差不多的。我们不习惯的话，你就要去注意一下。注意一下那个笔势，腹啊。我就要这个春暖。